以前九节鞭打戏 VS 现在九节鞭打戏，这是以前的。就你们这几个阿猫阿狗，我要你的命啊！流云飞袖，怎么不是大力金刚掌啊？冒险王就是冒险王，耶！啊，这个就叫专业。现在九节鞭打戏，顶不四，出鞭吧！你这是关公面前耍大刀啊！你要这个，我给你。四爷，哎！